实际上就是要让人羡慕。一个团队一定是有心有力，做得成功。我们做点事不容易，没钱没背景，谁没求过人？跟他斗对你没有好处，你他妈没用。对，跟你们在一起我能成什么活啊？一个只会拍婚纱照的土鳖，全身上下有半件东西是自己挣来的吗？你老是替人跑腿故意买咖啡，就是个 loser。我从来都没有跑赢过，我也想拿一块牌。Don't give up, we've just do it。不要太嚣张了。